好，哎，你能跟我简单就大概说一点他吸引你的吧？别说身高啊。你这么一说有点暴露了。我猜到了。你猜到了？对，谁？应该是我吧。怎么就是你呢？一般来说我觉得他比较阳光，然后很能照顾女生的情绪，就从刚刚唱歌的时候感受到了。你们觉得自己是阳光的，能照顾女生情绪的，具有这样特点的举手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都是。哎，今天这个三号啊，你就从来没有举过手，无论说一凡喜欢什么样的，你都不举手。你是在装酷吗？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他的注意啊。欲擒故纵。一号也没有举手，你自己不是这种阳光体贴的人吗？实际上比较内向，就是今天在台上是我感觉放得最开的一次。感觉你是很稳重的那样的男生，对吧？那经过刚才这一轮的互动呢，一凡有了那一刻心动的男生，但其实我们更多的了解是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，通过彼此性格以及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的互相碰撞和交流。